题，对不对？我们再唱几首好不好？来唱一首隔壁这一首二十七页，再唱一次古月大金城，可不可以？可以。大家起来哈，来。心怀一片爱。
前人的泡汤，等一下会再来。虽然呢，我们是一个马生，是一个吉隆坡，是一个国外的道场，可是他老人家仍然不忘记我们，或许追随在我们前人身边。他老人家每一个念头想的都是众生，每一个念头想的都是众生。一早上起来，没有自己的时间，没有自己的生活，早上起来就是处理道场处理不完的事情，或是呢，常常的到需要他们的地方，甚至不管是天边，不管是海角，不管是国内，不管是国外，他老人家对这些道心的心都是依然一样的。今年他老人家四月二十几号就到第一站，到新加坡。其实早在元月、二月、三月，他老人家就常常跟后学讲，他好想念东南亚的道心，想起他们实在是好可怜。一年才能见面一次的候选人，可是台湾的道情，台湾的道路又是这么样的忙，真的是很难奔身乏术。可是他老人家对各位间的关系依然是如旧的，就他老人家也常讲，他说一年365天，我给予国外道情的只有10天而已，只有10天而已。可是大家能够这么样的好，真的他内心里头非常的感动。甚至那一天忏悔班，他老人家讲的是什么话？他老人家跟老师讲，他说我给予国外道亲实在是太少了，他们有今天的成就已经是很不简单的，假使有错了，他们有不圆满的，只怪我给予他们太少，教导他们太少了，求老师能够原谅大家。所以呢，我们前人爱我们的心，关怀我们的心呢，不分的国籍，不分的你是什么程度，依然是很关心的我们。所以他老人家呢，他老人家是也是北京天津人，他老人家呢是出生在一个很富贵的家庭，很富贵的家庭，真的是一个天津小姐。所以他老人家呢，当年呢是父亲呢是一家是天津商会理事会会长的会长，所以他是会长女儿，我就是一个大女儿，称得上是一个什么？实在是愿意孤儿呀，你在哪里？实在想念你。今夜百转相思，万盏酒醉在清醒。
间比较长一点，三天是很好，就是你们这种时间得配合，有点牺牲力，不然的话呢，就会半途而废，就会离，就是说离开。那现在哈，你们101位，现在还剩101位，有几位哈就不去了，也太可惜了。那么这101位哈，大家都是全心全力，能够始终如一啊，就是很好。那现在不要闭班了，刚才这个我们的讲师啊，带着我们的班长，他说大家要立个愿，他说呢大家都有信心了。那么大家听了3天啊，道理我们的参悟很多，先生的思维也很多。那到现在为止，是不是大家都有信心了？是。那很好，那你们就成功啊！所以信就是为道德之母，信就是为功德之源。你们有信心的话，你也不能够修道培德；你们有信心的话，你也不能够啊，这个修功，也不能说是修道半道。所以这个信是最重要。那么我们这3天呢啊，开法会，这个目的是什么？目的是培养我们的信心。大家都有信心了，我们今天呢又开始遵守班规，大家都是注意听讲。仙佛又有慈悲，又有显化，你们跟老师都有感情，对老师介绍，老师要回去的时候，那么老师跟你们是恋恋不舍，那么你们跟老师呢也是一样的恋恋不舍，就好像这一次分别不知道何年何月，仙佛再介绍再见面，就有这种啊感情。所以这个你们的本班的这个助理也算是讲师啊，他们几位，尤其这个马讲师呢，他是跟着我出来哈，这是第一次出国。那么这个马讲师呢，就是修道已经10几年，虽然是很年轻呢，他是很有魄力，也很有冲劲，也很有热心，对道场啊牺牲奉献。所以这次，那么这个马讲师在我们台湾台中道场来负一些责任，所以他也做事业，也做生意。暂时就放下，所以跟着我到东南亚啊，连香港一共40几天。所以这3天呢，这个马讲师也是很辛苦的，带着大家，还有我们这个点灯师讲师，还有很多的做饭半身员，大家很辛苦啊，带着大家帮助大家。所以这个马讲师呢，他看到你们这个班哈成绩很好，大家很称心，所以他自己啊发心哈，他将他过去所立的6条愿，他选择2条跟你们做一个韶关，对几枚旗街，几枚旗做一街，几枚旗磕手先成爹，几枚旗做一接，做一三个手，一扣再扣三。第2条愿，再把生死啊，这都要记住它。好，你1号哈，代表大家献香。好，我们献香慈悲，好，献香慈悲。做一跪。好，我们都跪下来，跪下来。献香前珠，前先。10个手。一扣，再扣，三扣，四扣，五扣，六扣，七扣，八扣，九扣，10个手。跪停停。好，请跪停。我们都跪停，好不好？跪直，都跪直。好，我们都跪直。跪直，手抱额头。好，仰看佛灯。眼看佛灯，哈，我们跪直，跪直。静听读表。好，请您跟我念。愿闻晨咒。愿闻晨咒。弟子。弟子。请各报自己姓名。报全体。诚惶诚恐。诚惶诚恐。全心跪在。全心跪在。明明上帝莲下。明明上帝莲下。师尊师母。师尊师母。大慈大悲。大慈大悲。救弟子等。救弟子等。性命脱出苦海，性命脱出苦海，贤主在。
沾恩，谢主沾恩，慈恩慈德，慈恩慈德，煞生难报，煞生难报，今又蒙，今又蒙，前人点传师，前人点传师，灵宝师，灵宝师，成全，成全，准许假日，准许假日，率性进修班，率性进修班，蒙受仙佛，蒙受仙佛，解为诸弟子，弟子，请各报自己姓名，我全他们。不负百寇，不负百寇。西元一九八九年，西元一九八九年。岁是几世？岁。八扣九扣十个手，跪停停。好，请跪停。我们跪直好不好？跪直哈。左抱儿童看佛灯。静听读表，请大家随我念。愿闻晨咒，愿闻晨咒。全心跪在，明明上帝言下。明明上帝怜下，为表明心愿事，为表明心愿事，切以弟子等，切以弟子等，自得道以来，自得道以来，生门皇母慈明，生门皇母慈明，祖师好德，祖师好德，师尊师母大慈大悲，师尊师母大慈大悲，救弟子等性命脱出苦海。就弟子等心灵脱出苦海，显主沾恩，显主沾恩，此恩此德，此恩此德，杀生难报，杀生难报，金佑门，金佑门，贤人点传师，贤人点传师，引宝师成全，引宝师成全，准许加入，准许加入，率性进修班，率性进修班。门受仙佛慈悲显化，门受仙佛慈悲显化，警醒移民，警醒移民，右门前人，右门前人，以及各位讲师，以及各位讲师，苦口婆心，苦口婆心，讲解道之宝贵奥妙，讲解道之宝贵奥妙，以往未来修道之过程，以往未来修道之过程。师尊师母奉天承运，师尊师母奉天承运，普渡三朝之正愿，普渡三朝之正愿，弟子等，弟子等，门受此种恩德，门受此种恩，报恩了愿，报恩了愿，以报天恩师德一万一，以报天恩师德一万一，如有如有，悉心假意，悉心假意。立愿不了，立愿不了，阳奉阴违，阳奉阴违，不尊师。十个手，一扣再扣三扣四扣五扣六扣七扣八扣九扣十个手。谢谢明明上帝，十个手。然后我们就有了愿力。所以佛家所说的信愿行，这个信愿行哈，为三资粮，三种的资粮啊，资粮啊，缺一不可，缺一二也不可以。就如同什么呢？如顶三足，而一个顶啊，三个脚，你缺一样也不可以。你缺一样的话，它不能是一个顶，它不能够立住啊。所以不信不能够立愿，你没有信心，你不能够立愿。不愿不能够导行，你不能有愿力，你不能自己引导去修行去实行啊！你不能够修行，不能去实行，那将来不能够证果，你就不能够证一个果位，就是一步一步一步的啊！那么你们现在呢，进入第二步，就说已经有学道啊，就是我们求道学道，现在学道以后，我们有了信心了，我们有了信心了。那么第二步啊，我们有了愿力了，这个很难得呢，有了愿力了啊，你们同时都立了两条愿。那么第一条愿就是众圣清凡，第二条愿就是开法双师，所以进入这个第二步。那么出版以后，我们要去实行信愿行，我们要去实行，要去做，要去将我们这个道啊代表出来，要实行它就可以成功的。所以大家要下一番的功夫啊，啊，将来会成功。那么今天呢，跟你有关系的这几项啊，大家要记住它。今天你们第一愿的纪念日，在马来西亚发生，
这个地方哈、啊、算是临时，我们不要管它的一呀、啊、可以治二就可以了。你要说讲个实在话，我们的国外的讲师哈、啊、对于道学方面还不太深入，那么称心有余啊，道学有所不足，所以你们也不要啊说哎呀我修不到什么。可是你这个表现来来往往，能够坐车，能够到我党磕磕头、参参架、听听道啊、参悟参悟，这也是你的表现啊。那么学到八个月、四个月以后啊，以后我们可以立一个半神永愿，就说明年我一年才回来一次，因为在我们台湾太忙太忙。这个还有这个至善班，还有这个培德班。那么这个中间呢，也会派这个台湾的讲师啊给你们讲课。他们在讲课也是不松不松啊，这个讲师的不足啊，讲经典呢、啊、讲深入的道学啊，台湾不太，我们这个台湾的讲师太多了，像他们大专毕业的现在宣传省讲师哈、啊、能讲能说一千多位讲师啊。双方面很少哭啊，唯有老师介绍